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亲爱的大表姐。我们公司今天又有团建活动了，说是厨艺大比拼。鉴于上次在公司包饺子的这个经历，然后发现公司好多的东西都不全，电呀什么用着也不方便，所以我准备在家先准备好了，然后拿到公司再一操作，绝对拿捏了。准备了两个馅儿，一个是韭菜鸡蛋虾仁儿，然后一个是酸菜油渣，那我非常拿得出手的啊。这两个馅儿准备到公司给他们做千层手抓饼。哎，我闻着馅儿都有点要流哈喇子了，我天哪！期待在公司小伙伴们的厨艺比拼吧。大姐，你姗姗来迟，你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发生啥？本组抢食材环节，每组派出一人为本组抢夺食材和烹饪道具，抢到什么就什么。你选好过程了，不用抢。道具，道具。哎呀，你不用抢。怎么不积极呢？哎呦我操！鹏哥，你太鸡贼了，整个盆儿还。来，咋还偷摸放自己的工位呢？谁去当了？不会，你们都是啊！哇，嗷嗷待哺，这是咱们的锅，行，那可以，够了。今天咱们做的东西就是千层手抓饼，操作非常的简单，还带了一点黑芝麻，这是造型用的。这个是我弄的这个豆皮，准备给你们做一个我小时候。我们家那上中学，我们家北厂县第二中学门口的那个丽华商店里头那个阿姨做的小时候的辣片。哎，这盆你们那儿有姜吗？姜啊。然后干啥都行，是吧？甭管是洗菜、洗碗、洗盘子，上别组偷东西。看看赵大厨这组。现在我们要马上那个凉菜就快要完成了。现在我正在打鸡蛋酱。我们组今天主要做的大菜就是饭包，还有一个洋洋姐的大鱼，就已经非常赢了啊。没错吧？这个。我就站一点，别走吧，做饭给你做没了。我这菜都续不上能用了。我们应该把这些葱花啊、辣椒啊之类的东西拿出来，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条件，哎呀，这样吧。鉴于上次做饭没有花椒面，特意泡了花椒水。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把这个饼等它化了之后，然后从中间这个圆点这个位置切一刀。哎，首先把它合上，然后这样摁，就跟包饺子似的，把这样摁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折过来，然后再折过来。皮儿有点干了，但是没有关系，这不是有油吗？抹一层，抹一层，点一点黑芝麻，就可以了。然后就放在这儿。接下来做下一个，走吧，来上吧。下面一个他们组在现场准备好了，全靠我们炫词。大哥，你干啥？我马上要开始大活了。大厨就得有备料的二厨，对不对？对。是不是香了？香了。可以。看咱们做的，这家伙不是溜溜的。就馅糊。对，就这样。咱们出了点。
爷们儿，丹姐非常喜欢看你吃东西。哎，我就喜欢给这样孩子做饭，你知道吗？没事儿。易阳和那个小慧来，你俩在床上。我看一会儿一上锅，一抢而空。面，鹏哥评价一下，这是两位大叔之间的 battle， 稍微辣点，放上，没放辣椒的啊，你可以选择自己撒辣椒面。好的。干豆腐选择赵丽拌的凉菜的，可以，干豆腐不好，但是跟赵丽的手没关系。好的，你不是烤包子呀？哎呀，你这都是挺好吧，只要等着就行了。铁锅炖大鱼，凉拌菜，还有京酱肉丝儿、猪肉、干豆腐，让他们给我吃完了。二组啊，那你明显的一看是优质蛋白，尤其是鳗鱼，这个菜至少200块了，是吧？太聪明，微波炉热的。来，我们这组酸菜油炸馅的千层手抓饼，还有韭菜鸡蛋虾仁，这是维康特色的辣片，相当好吃。这个是啊，北方的哈尔滨红肠跟南方的橘子做了一个混搭。考虑到咱们公司有南方的，你有北方的，火焰白雪，看一下我们做的这品啊，麻辣小龙虾，昨天晚上去河里抓的小龙虾，抓了一晚上，我信你个鬼。鹏哥，这饼香不香？馅儿给满了，给满了。我可能是健康食品吃太多了，现在流行的中外就偏油炸。你注意，特别吃这种油炸食品。啊，好的。关键是我做的健康食品没有啊。太快了，我们少往下吃啊！哎呀。今天的公司团建厨艺大比拼，然后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大家都在疯狂的抢吃的了。今天吃的非常放肆，既然过节就要与大家同乐，吃什么健康食品啊，就是垃圾食品造。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在12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束，然后有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心态去迎接新的一年。拜拜，叫我 vlog 之王好吗？求你了。